今天去帮朋友求婚了。这是你哥最好的闺蜜，今天求婚靠你了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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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次见面。是吧？我没练啊，我没练。大哥，你还没记住词儿啊？紧张呀？排个练，你紧张啥呀？这样，我跟这个姑娘处理咋样？什么姑娘？行，我告诉你，看好了，这儿不是我就教你一点。你对象从这儿进来，哎呀，看见这些布置，你上去你就一抱，哎，非常感动。再拿出来你这个，准备好哟。第二啊，行啊，单膝跪地表白。有人拿了礼物吗？戴个戒指，亲完手再亲嘴，嗯。嗯我要自己装，我要放弃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入戏了，入戏了。哎呀，什么都不懂。噔噔噔噔，哎，你怎么在我这儿？我来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宝贝，我等这一天很久了。这枚天鹅钻戒，我这一辈子只能买这一枚。绑定了我们俩的名字，女人都是我的首选和唯一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你就像风在说话，顺着我方向。哭了？哎呀呀呀！要不咱俩加个微信，咱俩也……比起之一，我更想当唯一。嚯！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沉醉。他看不见我吗？他看不见呀。Hello、哦。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车里有人、啊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外面挺冷的，你要不上我们车里来的话，我们车里有镜子。我好吧。没事没事，我趴后边去。哎，对不起。你着急干嘛呢？别提了，我妈非要让我去相亲。你这么好看还需要相亲啊？唉，单身太久了。单身？我也是单身。嗯嗯，跟我相亲的人是你吧？对，是我。你干嘛去了？我一会儿还有事儿。不好意思。你让我等你那么长时间，你去干嘛了？是。哦，不是。哎，这俩谁啊？你跟我相亲咋还带俩男的呀？我是司机。司机？哦，我是他保镖。哎，这车不错啊！人家小姑娘开这车太张扬了，以后结婚这车得让我开。啊！我凑近看看，我看这谁脸皮这么厚。等会儿，我打车从这到这儿好几十呢，你不得把我送过去？哎，等会儿，你寻掉100块钱呀、啊！100块钱！我姑娘上，上，上！走！告诉你，碰见这种男的就得走为上计。你俩配合挺好呀，那搞定他还不简单吗？那你就吹吧。昨天你在帅府之滨被人围殴，要不是我借你10万皮糙肉厚的香槟帮你顶住进攻，再带着200万大军和霹雳车绕后偷袭，砸爆了敌盟的主城，你早就没了。像我这样声东击西，跟队友打配合才能赢下协同战。哎，那你俩一开始让我上车，是不是串通好的呀？哦，被发现了。你长这么好看，是又怎么样？那你赶快跟我回家。见我妈。那走吧。12分扣完了吧？重考科目一了吧？哎，你别麻烦了。你好，你就是这教练吧？啊，我教练。我教练那个让我在这等他，我过来练车的。啊，那我不是。我跟你说，你迟到了。我看你长得好看，下不为例啊。你就是教练吧？我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又整这个。老司机教学，跟我练车啊，你可以安心又放心，因为我是温柔啊，又有耐心啊。铁教练，果然又是管理。先把安全带系上，保证安全，严格遵守。要不要睡一会儿？我这有水。不用教练，我准备开始考试，然后买车。我买车？那你其实现在买了20个东西。你看我现在买是辆奔驰啊，这车刮条是可以去这样买，试驾7天不满意可以退全款。我这我到付都到不了。你没事，天天多找我练练车不就完了？从早练到晚，哪能学不会呢？这样，我亲自给你打个样，你好好看着。教练人真好。哎，你听着来。你们教练呢？你在练车？那你问问他，跟我没什么关系啊。我练得好，同学交流。你练啥呀？你还自己教别人？
我让你看看，我水了。来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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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
老婆陪他来了。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啊？因为我觉得咱们公司啊，人长得好。自己比较年轻化，工作氛围都挺好的。谈恋爱？谈恋爱？原则上不允许的。那这我干不了，这不耽误我以后追你。掩饰，请你还是严肃一点吧。这公司谈恋爱确实是不允许的。谁说的？我们老板不都在公司谈呀？谁跟你说的？我们老板秘书，真假的？要不你们老板天天给你们加班，那都是为了陪他，还给你们买那么多这个小家伙，那是因为他爱吃啊，可不是没有人给的。你还真懂啊！我最懂女人了。这个英文好多人，用的是马来印尼的素鱼，下班之后新鲜炖，巨好大，你老大爱吃。还知道点啥？你说说。知道多了。秘书，你们老板上学的时候有点娇喘。还有，我面试呢。你们面什么试？你赶紧起来，你别在我公司捣乱。我不走、啊，你要走让他跟我一个走。那行吧，那放下了啊！我走一个也放下吧，放下。谢谢你的冰淇淋，好呀，现在甜点别整了。好甜呀！哎，甜点，甜点有人找你啊！哎呦，在这儿也能碰见你啊，好巧啊！哎，认识吗？认识认识，这是我在爱良上认识的那个谁呀、啊？谁？怎么一身的姑奶爸我都忘了是不是？怎么可能、啊？我从见你的第一眼开始，你连咱们女儿叫什么我都想好了。叫什么？杜甫啊，小雪，我就叫小雪好不好？介绍一下，这是小雪，请你吃冰梨啊。好吧。你刚才说那要聊着干嘛的呀？哦，那是个对男生很友好的 APP， 上面的小姑娘会主动来给你打招呼，聊得好直接见面，脱单效率贼高。你下一个。聊什么呢？没聊什么。我俩说你真人比照片还好。确实是。谢谢。我怎么感觉你这个冰淇淋比我的这个好吃？你要尝一口吗？尝一口。你干嘛？我尝冰淇淋怎么了？我尝你冰淇淋吗？不行。打扰一下，请问二位是情侣吗？今天我们店里有活动，情侣可以免单。不用了，我们俩还不是。等，我们现在是有凭你不正常王八蛋。我们这怎么了？不信啊？我俩真是情侣，要不然我让我女朋友亲我一口，让你看看她。